他学什么？学的躲避 Q 踩一下盾消失 ，OK。落地的时候他盾刚好消失，能踩到他，看到没？我们 E 只要用的远一点就行了，这样 E 不会踩到他的盾上面，能换波血，也是小细节。教你们一区大师怎么 C 啊？先踩吧，无所谓，他交 Q 也无所谓了，伤害已经打出来了，知道吧？给他的眼，怎么说？来，我先攻，踩一下，看到没？来个 AW 电瓶，没触发没关系，再一下 ，A 不到也无所谓。他的游戏其实已经结束了，这波换血，三尼等待他的只有死亡。但两尼越塔的话有点这个勉强，我们不越塔，拖一下也行，拖一下，拖一下走吧，一起来多少伤害，没关系。再打一下 ，OK。遇不了线啊，傻逼！带走了直接。嘣！你在跟谁作对？这个线一吃啊，他两片吃不到，呵呵，结束。学会没？然后线还是回对线，他怎么玩？他玩不了一点点。直接闪现 Q， 他交闪我们就跟 E， 他不交闪就只有死。然后这个线 E 回推，我们这个线再到人马来没闪 ，E 抓必死，再抓死一次卡拉丁，他的游戏彻底结束。最好其实可以来刀波中，很舒服的刀波中。能换一个。我操！坏了，是有点坏了。来中好了，来中他们炸。大意了，大意了，我想换不血了，大意了。下午一点坏了，这下。你怎么死了？别怕！哟！没支持，加经验，但是我没点加法强的，加经验也可以的。装备啊，让队友来帮我抓一波。
朱明现在太弱了，搞不过他。朱子言，你跟我打。来，这波萨丁完全是废物。我们来。这么急啊，哥们！走了。萨丁没闪，布隆没闪，金克斯没闪，他们绝对闪。不约的，我都走了。我不是走了吗？这波他们越了，有中美出来了。就和游泳一样。我都不知道你在嚣张什么呀，哥们！谁给你的底气啊？哟，闪现拉开，可惜，唉，猪妹有点烦，不做鞋了，直接买这个。来，你真的蛮可笑的。这个超充我建议是哪里？这不打完了吗？超充有点伤呀，他们六层超充。
六层逃出，这把是不能给他们拆塔的。想看戏法吗？不急，我们在这蹲人。这秒不掉吗？我操！很可惜。最后一分钟，我们这个渡城我估计是很难吃到的，但有机会啊，可以一试。哎呀，好，本来能一刀进去就给他跑起来了。哎，铁男怎么不打了呀？铁男，哎，这个一打是 OK 的。拉他呀！我没懂铁男是什么意思啊，兄弟们！他上单打这个卡艾玛被干废了，哭完了直接。这什么数值？打不过他也队友们也没人说他呀，但是不玩了。我上去吧，有人发育，要站中。但直播间有点危险。快点来一下，带走！你在跟谁作对啊？无敌了，无敌了，别怕，包 C 的，怎么说啊？那我先蹲一手。绑架了，转鱼，你敢踩我？带走，好大的胆子呀！
粉红炸弹。来杀 AD， 可以带走，得了一闪他，开杀戮，开杀戮，完美，一起来走 ，Profit， 走了，你们加油吧，我就走吧，你们不赢的话也走吧，萨丁出来了，巫妖伤害目前是比鲁顿高，因为现在鲁顿12秒，我一把出来打不了多伤害，然后现在巫妖已经打了950了。就还好，肯定现在是要比鲁的伤害高的。那小龙团呢？他们接不住的。我们这个沙漏开得很极限，这不？照一下，萨丁，哎呦，萨丁，真没眼了，我操，那没大吧？不是，哥们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，哥们？这么追的呀，打到我？鱼雷，给我干他！不干的辅助，黄就得付出代价，你给我死！来，一起来踩一下，怎么说？我好像死了，我这不抓吗？算了算了，你们打得过不？4-3，人马快来啊，人马！对，我操，没干过。难受，杀了没好，跳到你前面去了。嗯，小龙没了。能加盾啊！为什么20分钟的河蟹现在就是没有那个看到了呀？你还杀起野怪了？跑得挺快的，600，一个大太咬他600滴，我感觉我们能偷龙，真的。我没 TP， 我不能守了，如果守了，他们绝对打不过的正面，我只能来团。17AD 啊，这卡亚马傻杯闪现过来控我，你来，你控制我算你厉害。装什么？这上单，闪现过来控我。鱼雷，魏月帝开杀戮，全给我死，哥们，全死，打，美不美这一波？杀辅助魏月 AD， 然后开杀戮，一气呵成啊！
服他，没手术啊。走了，我们打得过他们，出面抓火火没事。就摘下了，点一下闪现。我准备好了。哎，我操，偷袭！怎么说？你敢打吗？鱼雷！可惜，触发大电死了。可惜、啊。你们别死了。你在猜出妹有点肉呀，萨丁出来了，怎么来跟我打吗？土妹不慌 Q 杀肉，有点慌，一起来踩一下，一闪杀卡萨丁，没凯旋了，主要是有凯旋的话还能救，走吧走吧。哎，好，可以打，打不过。还行。这把已经拿下了，这个兄弟们开最后一个三连四，好吧，大家可以参一下。还差五个上场签就可以过任务了，大伙可以支持一手。然后今天的话，守护活动最后一天，平时便宜八折。然后平时守护是一把，今天守护可以给你们打两把，好吧？大家喜欢的我可以充个电钻，或者说开通个守护支持一手啊。守护打八折，而且这个开通可以帮你们打两把，基本上都是赢，比平时多了一把啊。喜欢主播的话可以支持一手。昨天把法杖做出来。卢登比巫妖伤害低啊，现在我再看一下吧，我出几天巫妖试试看。法杖死啊！我操！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是我是我，我操！妈的，这金克斯差一点点血，兄弟们，可惜。退身法杖吗？怎么觉得？你就退身吧，能加 CD， 不然 CD 不够用呀。特别的，我拿个药算了，没有。
坏起来了，还好这波没有支援，有支援有点糟糕。怎么了呀，天哪！哇，他活够了，把蓝刷了呀。直接打掉蓝色的，鱼雷，走走走，谢 AD 啊，哥们儿，我们思路清晰啊，一波。伙伴出不了啊，我也能出，但你得再砍钱了，伙伴，成功拿下各位。